条鱼，太爽了！我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很夸张的东西，电线哦，全部都是这样的，这样子的电线可以用了呗？这什么操作？坐飞机会哭，坐车会哭。狮子、老虎来了 ，Stay in your car， 哦 ，Lion。很多字哦，恭喜发财，我永垂不败，向奥地利磕头三拜，信念永不更改。跟我，那要去哪里？李台国。今天我要带我们一家人全部一起去泰国，很久没有这样一家人全部一起出门了。好吧，君主，你这个人是第一次坐飞机，你第一次坐飞机会怕吗？怕吗？会吗？不会啊。你等一下坐飞机会被哭，会吗？他讲不会哭啊，我们又要一起出国啊！上一次的噩梦之旅是韩国，这次他的噩梦是不是在火掉里面掉出门 ？Yes， 我妈妈呢？她是在冰天雪地的熊来了，就是北极熊。她冷气开了，然后不要盖被，遇到冷天气，人家穿冷冷哦，她就讲很舒服哦。刚才哦，多夫人就问我这个字怎样念 ，G I F G F A F R I N 零 N E 呢 ，G F A 零呢，是这样念吗？是。G F A 零呢，该隔壁人笑我了，我讲太大声。这个小朋友厉害嘞，真的没有哭嘞。小朋友，坐飞机好不好玩？我还在睡觉，我都不懂。哦，你在睡觉啊？这个小朋友一到的时候就讲要回家，你还要不要回家？不要，不要了啊，在这边玩哈。快点说吧。好玩吗？这边？现在呢，我的老弟带我们去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，我现在要看好不好吃。第一次跟我妈妈一起出国玩，像我们一起吃东西，我妈妈也是讲很好吃，我弟弟也是讲很好吃，所以一次看一下。这次我们来泰国呢，是带我的妈妈还有妹妹的老公的家里了，有几个老的要照顾，哪里懂？这种大的也是翁公也要照顾。笨笨嘟嘟这样，翁翁你们会听吗？可以好一点的介绍我。就是翁翁哦，翁翁就是这个忘记那个忘记，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这样。哇，不只有嘟嘟车而已，还有嘟嘟船哦，你看。哇。哦，这里是 Pratunan Night Market 哦。到吃东西的地方啊，听讲很好吃哦。哇，好像很爽这样哎。这个鱼它把盐涂在上面。哇。你看那个人口水都流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一定要来一次，真的太好吃了。看上去很普通哦，吃上去哇啦，那个味道，它的店是长酱哦。哎呦，这条鱼，真的太爽了。我很少在我的 vlog 会拍吃的东西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爽啊！这个就是我来泰国的第一个晚上，这里是 Night Market， 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巴沙马拉一样，可是这个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这里里面是 shopping center， 他们下午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卖，晚上就把他们的档口全部摆出来，摆在这边，你看超多。下午赚不够，晚上再出来赚。这我们这次来是有任务的哦，弟弟全部都有来。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拜拜的，因为上次他们有求求什么东西耶，我也是不懂。求到了就来拜，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来拜哦。我们明天早上早早跟我弟弟去看那个师傅，应该是永春师傅吧。叶问，我就去拜神。总之我这个 vlog 哎，每天都会拍一点给你们看。今天泰国第几天？他不会讲二，他只会讲两。我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很夸张的东西，电线哦，全部都是这样的，这样子的电线可以用了呗？这什么操作？这样子借到那边绑在一起，那边又借这样哦，可以这样了呗？这个打雷劈下来，不然会整条街没有电嘛？专门做一支这样顶电线的，你看。你觉得这边像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泰国可以形容，小小间间店，然后满满的。坐飞机会哭，坐车会哭。你讲你刚才这么哭？我怕车走。哦，你怕车走，然后我们没有上车，你这样关心我们没？
在我们要来找一个师傅问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路旅程、人生旅程。哇，这里的建筑物。其实泰国的神跟华人的神一样的嘛，神就是神啊，那不能变成妖一样。问好问题还要给他屌，那心情跟智慧剑连在一起，小心控制脾气，很好的人是很好，脾气不好懂得退就退，不要赢，那你跟给女人赢就好了。师父讲是好的，脾气很好，但是呢脾气你要你教我啊，是什么状况，好很复杂的，首先是几个人喝起来的线都比你少，人的命运好不好，额头很好，你注意看啊，人不是很胖的，他是靠山满满，靠山好就是讲我好啦。这边的咕咕鸟不怕人，我们现在要坐船去对面，两个翁蓬的钱，坐翁蓬的，哎，两个一起跌下去的，一次一个人五毛钱马币，就从这边这样过去，太靠近了。坐船好玩吗，小雨？好玩啊！一次过带他去坐完船飞机，还剩一个嘟嘟车，你要坐吗？嘟嘟车？不要了啊！我们现在要去拜拜四面佛那边，来了来了。我们上次是求他们多多学生，现在有学生了，现在要叫他跳舞。他们呢？Welcome to my vlog。该有了，跟我一样哦，来到四面佛这边哦，不会拜拜。首先要先去买香先，买好香啊，然后在这边洗手。然后你们看我怎样拜。还有哦，你们要记得哎，一定要顺住拜嘞。一个朋友哦，他讲要逆住拜哦，不到两天马上回来再拜过。所以不要乱乱来啊。他们讲艺人 producer 偏门啊，真的是逆住拜的哦。你们有人懂吗？到底是顺住拜还是逆住拜？你们在下面留言讲啊。现在已经比较简单了，门口一走进来是不是你就顺住时钟拜，然后香也不用点，蜡烛也不用点，太多人拜拜了。他那边有写不要点香，因为烟雾会有害健康。现在我们要请人跳舞给神看。他们自己去玩他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去玩我们自己的，因为我带我家里人来，不会跟他们一起。哇，泰国没有很落后耶，虽然他们的娃娃全部都是挂在上面。哇，他的生命灯的那个 LED 够大个哦。准备，一二，跑跑啊！哈哈哈！哎，咦，我们来到了巷夜市的地方，龙虾。海鲜跟水果感觉没有什么主食，他们露天都有手扶梯的，下雨讲哦。我们的小霸王要游泳啊，如果我不要给你游泳你会哭吗？泰国的夜景，哇，现在要下楼去跑跑了。这边的夜市每样东西都差不多一样，全部都是这种，然后这种，你们不要看我们这样一直走走像玩玩这样子哦，其实很累一下。天桥上的车，泰国这边真的是遇到有马来西亚人，出国必去的一个地方，国家的动物园。明天再继续 Day 2 Day 3，今天要去动物园，我昨天特地去买了这衣服啊， The six pack 回来了， come on， 现在要去动物园了，来不及要车影在楼下。我的另外一班的亲戚来了，表哥、表嫂、yoga 老师、阿姨，所以我们今天全部人一起去动物园玩。哎呦，今天这次动物没有力啊，这问你没有力。Good morning， 那、我们要去动物园嘛。这边直接绕了的嘞，哇，野生动物，西布拉，这个是鹤吗？够大只哦，哇，骆驼嘞，鸵鸟来，它穿裙过来嘞，哇，犀牛哦，恐龙时代就有的动物，呀，你看它的嘴巴震下去直接黑掉哦，这些鸟哦，全部没有绑住哦，都是可以飞的，可是这个是大自然的嘞，不会飞走的哦。完全上面是没有保护的嘞 ，zebra， 哇不，过来过来，这个是小马嘞。这边的动物园是我看过会让动物自由活动的，很好很好。长颈鹿跟 zebra 一起嘞，长颈鹿，我还没有下车就已经很爽了。哦，这里是犀牛的家，哇，它的屁股好像我的妹妹的屁股这样哎。哎呦，犀牛吃草的咩？看它的脚就不温驯了。White Rhino Rhino Lion King 里面看到的东西出现了，等我
一个壁纸，哇！这些动物全部和睦共处。怎么这个头发这样子的往下的？他不开心啊！这个叫倒霉啊！这司机好，慢慢走，给我们看这种野生动物，因为我们是坐在车上的，在他带我们去喂老虎。他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喂鹿了，他是放一只老虎树来喂这些鹿。狮子、老虎来了 ，Stay in your car， 哦 ，Lion， 哇，很健康的感觉，很多字哦，怕太阳啊，这边的老虎，你看，觉得如果你们有带小朋友来动物园哦，这间泰国的动物园可以来，然后又坐在车里面又凉凉，这样又可以看动物，超酸，可爱，懒散的感觉，全部被动。它跟这个熊做的家很好看。Okay, 我们现在这个动物园哦，是泰国首都的那个动物园，一个人180块，还有包车。比上次我去中国的更便宜，上次我去中国300多块，这次的这个 good good good， 真的鳄鱼跑出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去看人员表演，看一个把他扇风，一个要进擂台打架了。星星 double sing， 两个比基尼小姐。刚才的星星表演我们已经迟到了，所以看没有路。现在要去看什么？对，打星星。好吗？好玩。叫你住这边一天要吗？哇，很大只嘞！哇，这个是亚马逊的鱼是吗？这什么鱼来的？这样大只哦，巨鱼啊！这个真的是巨鱼啊！平时带奥迪弟表演那些女人哦，已经是很难带了。这班我不懂要怎样带哦，这班够多。开玩笑啊，这个小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完呢，已经做完两排了，你看那边。哇，好，大象表演。这是我们的 superstar， 很会画画的大象。他也是在画画的，给我都画不出啊，我们比大象还笨。大象要射爆那个气球。选两个观众去给大象踩，他没有选到我，举手举到狗样。看我的 vlog， 你好，还可以看大象表演。看了大象的表演，有没有想养大象？想养大象哩。Hello。都怪了喽。厉害嘞！我在这边看到我的朋友，他皮肤有一点黑，但是至少奶头是粉红色。是室内的老虎，这边可以进去了。我现在带你们进去，来，爷爷，我带你去。哎呦，这样子走下去了，来，小心啊！哇，这边这样子来的，哇，老虎嘞？他们讲这里是白兽世界，所有东西都是白色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白猪、白猴子、白老虎，这个很肥哦。睡到这样子够懒，他的白兽世界就只有这两只老虎而已。这个是海牛，传说中的美人鱼，它的嫩唇纹。什么游戏啊？这个那个女的坐在里面，然后我们要丢上面那个钟，给那个女的掉下去水里面。你很想去丢噻？现在我看到在那边玩，我很不爽，我要把它打下来。老婆给老公去丢女人。不要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你直接拿新币100给他架跳下来，看谁把他丢下来。还是看中间那个人，然后他球丢去后面。啊！掉了是吧？不容易丢啊。这样子给他骗掉380，这个了 ，Go！ 丢下来就可以带回家。丢下来带回家，老婆这里去啊，还不要自己快点进啊！他讲不要不要不要，就跑过来这里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海豚表演，超可爱。哇！哇！哇！这样大，看这种表演还是很爽。哇！我要养海豚了，我决定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们在动物园玩完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早上早早的飞机就要回去了。来，我妹妹帮我 end block。end block 啊！真的好想那个喷出去。
全部没有看我的 vlog 啊。有啊，只是没有看完而已啦。今天的 vlog 到这里啦，记得按那边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订阅我的频道 ，follow 我的 IG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